帮我加一下。我后面过来。哎、欸，我要打不同组。你应该帮我们看这里的，右边别看了。哇，真的推我了，那个狗啊。这另外一组的啊，这另外一组的，不是。其实不应该看右边的，看左边就好了。你看右边没意义啊。没有，我想说。不是啊，就看左边啊。你打右边帮不到，快推过来，我们等下会被夹在中间啊。所以我感觉左边不用推到底。左边推太前，我没办法秒杀了。不是，他已经推到前面了。没事啊，玩这只。不是，我刚才想说，我刚才有问，他是推我，靠腰。没有，那另外一组，那是另外一组。我说另外一组的。我说另外一组。我一开始看没，我一开始看没声音呢，只有一个而已。他妈的嘞，没声音呢，操！我下来的时候第二组才来的。哎，我前面就听到一个脚步了，可我不确定，因为我只看到一个啊。啊，白痴游戏！干那个走到旁边了哦。哇，打这样还扣分，哦，加分。很稳哦，选胖子了。他这个拼看起来像日服哎、欸。嗯，你们今天不是有比赛吗？这点。那只狗狗应该要干哦，妈的！谁往我这边撸子这样，拿一把卡一直撸我。哇，他们都好强，他们都那个直接硬打了，直到剩三队。遥感没再爽了，就怕你不对。This might be a good place to land. Sure. Here we go. Hang tight. 没人要转了，我跳咖啡厅好了，跳后面一点，自动给他们。我们可以跳右半，这都没人欸，这边有一组，这都没人了，大电梯没人。OK OK。倒数来打，有狙击镜帮我标一下，捡到一个二冲之宝，还是没人哦，可以来收一下。来吧，来我这栋。来了。收完再来我这栋。我隔壁有人。城那个体育馆。我继续收后面好了。我隔壁就有人呢、欸。你要收不是吗？